迎收看来到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 box 啊，今天我们来玩汤马斯小火车啊。可是呢，这个汤马斯呢，不是普通的汤马斯啊，它是都市传说中的汤马斯啊，没有错。今天我们来玩恐怖游戏吧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个汤马斯啊，我看样子多恐怖啊。那么我们来试玩这款游戏吧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啊，然后这里呢是非常的多人啊，然后这里有两位小姐姐在跳舞啊，他们那么开心吗？等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开心，等下有恐怖事件发生哦。然后呢，这款游戏呢，其实我之前是有玩过，可是呢那时候呢是有非常严重的 bug 啊，所以过不了关啊，所以这次呢我们可以正式来玩了 ，OK 吧？哦 ，OK， 哎，有一个火车经过了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游戏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各位观众 ，Oh my god， 他来了！等一下，这还不能过 ！Oh my god， 哇，你看全部人，哈哈哈！未来很近啊，快点，我开始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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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快快走过闪！哇，快点跑，快跑！哦，这里什么东西要跳吗 ？OK OK， 这里我好难看。哇，下面好多汤马斯哎！跳过去，跳过去，可以，轻轻松松。哇，这个游戏好暗哦，好难看！快跳过去，快跳！哇，这有两什么？这个什么啊？这个火车吗？这个坏掉了。哦，它蛮慢的嘛，它的速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嘞。OK， 不要闹了，我们前进吧。这里跳过去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这里全部，哇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哇，这里太黑了吧！我看不到路哎，有电阻。OK， 看到了。OK， 然后这里要前，这里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然后这里前进，快！这跑过去，喂，等一下，这里怎么有外星人啊？可以跳上去吗？跳上去。这外星人死掉了吧？跳过去。应该是不能动到吧？应该会死掉吧？动到的话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一个汤马斯这应该是假的吧？应该是可以。就碰到了吧？等下后面人死完了。我那个汤马斯，OK， 我们前进吧。哇，我们跑快哦，前面的人全部不见了，后面的人死完了，也太快了吧？我们在前面，这个什么啊？这个隧道，这个感觉上蛮有趣吧？这隧道。等一下，我一卡住我妈应该不会吧 ？OK， 你前进。你像汤马斯，等一下会转圆圈过来吗？会转个圆圈吗？还是这次过来而已啊？看一下。他直接过来。OK， 我还以为他会转一个圆圈啊，转360度转圆圈转过来。等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嘞。嘿，那个也是假的吧？可以动它。我可以穿透。OK， 假的。然后这些什么东西啊？这障碍物，以为是障碍物，不要动它，这是不要动它，等下爆炸，你看，这爆炸应该会爆炸吧？动到它的话，再跳过去，跳，可以，你走过去，简单，轻轻松松。然后我们人都在哪里啊？门好像不见了。可是这个汤马斯太慢了吧？轻松啊，简单，轻松啊。然后，等一下，怎么剩下一个人而已啊？他们死完了？不是吧？难道刚刚他们爆炸吗？动到那个障碍物，我都死掉了吗？然后这里不能前进，他来了！喂，哇哈哈！等一下，可以了。我这里自己先拆东西吗？这里，然后再组上你啊，秩序吗？这，等一下，汤马斯，他走掉了，哇，前面我出来了，跳，有陷阱，哇，汤马斯来了，底本，前，哇，有幽灵汤马斯 ，OK， 哇，等一下，他跑那么快的，他怎么了？难道他的脚比较长，所以跑得比较快吗？等等我啊，你，小姐姐，等等我啊，红色的幽灵啊 ！OK， 等一下，这是哪里啊？可以前进吗？这是外太空吧 ？OK， 怎么跳啊？难道有陷阱吗？
欸，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不是去吧 ？OK， 剩下两个人而已啊 ！Oh my god， 哇，好恐怖！你们看，如果要是看他的物语，等一下，好像有点速度有点快哦。那不要不要不要闹了，我们前进前进先，前进先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走这里走这里走这里，跳过去可以。我走这里 ，OK， 我走出路出口出口了。OK OK， 快快快快，哇，好像也快了。哦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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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跑过去跑过去，这里这应该被跳下去吧？跳下去应该死掉吧？这里哇，这个场景，哇，这个风景蛮漂亮的吧 ？OK， 我们最后看一下，喂、哦，他会哇，直接过来直接过来 ，OK， 哎，他跑好快哦哈，他好快哦，哇，这个距离好远哦，这个距离，哇，直直去啊，我们不要闹了，哇，好像不能停啊，停下来的话应该会追上来吧。OK OK， 到出口了。我去外面会去到哪里呢？哦，我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去哪里啊，玩家？喂、哦，哇！汤马斯死掉了，他死掉了，头在这里，他头，哎，不是，他不是他头，他死掉了，他给一个另一个火车啊，撞死了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这玩家去了哪里啊 ？OK 吧，这款游戏我觉得如果还有多一点惊吓点啊，我觉得比较有趣啊。而且呢，如果那个汤马斯的他速度快一点的话，才有挑战性啊。啊，其实蛮不错啊，这款游戏蛮有趣的。OK 吧，游戏就到结束吧。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就点个 like， 就出去，就少少的 channel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呀